所以你说房子什么？像我们几个朋友买的房子都多少钱？现在这房子800多，你加币800多美元。你这买的房子便宜不得了。对，我就说怎么加拿大房子这么贵啊？贵的不得。我那房子还差了150万。对，我有个朋友，我就说这朋友胆有点儿，我说他租个房子，一找房子就不干了。他租的几年，我租的小板子就好几百万，你房子租的房子在这里就是6-7万的房子。